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一只茶某人。哎，怎么说呢，就和去年开方舟手游服务器一样，今年也是不出意外的遇到了去年同样的问题，让我不得不做这个视频正面回复一下。如果你是玩过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不玩这个服务器的各位，那就仔细的来听我解释一下，不玩服务器的各位也可以当个乐呵看一看。如果你是服主，你应该也能明白我的痛楚。首先呢，这一次的方舟手游服务器不是我一个人开的，还有是和其他人合伙开的这个服务器。因为我家装修的原因，我的小金库直接给掏空了。其实一开这个服务器的时候还很好，但是大部分的人听到我们服务器不送任何东西啊，这个开局也只有一级，直接就不玩了啊，玩什么玩这个破服务器？主要还是我们太忙了，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来到了我的服务器，就很多人不适应。再然后就是服务器的赞助方面的问题。我知道，只要一放出赞助，那绝对会出问题。我服务器里的物品相对于其他服务器来说是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具体的原因就是不想服务器泛滥这些东西。如果我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想圈钱，为什么我不低价去出手，让人手一个这些东西呢？这想一想应该能明白吧，但很多人他就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很难受。还有就是关于 bug 龙， bug 龙一开始是想着方便各位更好的玩游戏，就他们这些属性都很乐意玩的话会比较有意思。就光我们搞活动送出去的这个 bug 龙都不止100多只了，这你都要说有问题，那我无可厚非。还有就是服务器的费用方面，我已经强调了很多遍了，就我不想多说了，好吧。而且不只是这些东西，我们的这些 bug 龙以及这些特殊的东西都是从其他商人那里转过来的，还有我们服务的管理员的那些辛苦费，这都不是零成本的呀。所以那些觉得我在零成本开服，靠着你们在汤臣一品买房的各位，能不能醒一醒啊，天哪。其实一开始开这个服务器的目的就是和各位一起玩游戏，但是和赵浩去旅游了一波啊，我就变得全都开始越来越懒。我原本计划了好几个方舟手游系列，现在都已经是搁置的状态，就连银行仓库的最后更新日期也停留在9月30号。然后就是今天最严重的一个回档问题，原因呢就是一个赞助了很多的大佬，他的部落给内奸给搞了，然后自己的一些 bug 龙全部给拿走了。关键是他那些 bug 龙是没有绝育的，一开始他是答应了我们不会把这个 bug 龙外送，然后我们才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为了避免这个 bug 龙泛滥，决定把这个服务器给回档。当然最主要的是他用这个超能力直接成为了服务器的管理员，也就是不再作为一个玩家，而是作为服务器的管理员进行游戏。综合了一下，我们就同意了这个东西。这个阳光好烦，但是我们也约法三章，禁止干扰任何玩家的正常游戏。然后就因为这个回档的问题，很多人又觉得我咋样咋样了，就只护着人家啊，人回档，其他人就不回档，凭什么呀？我可以理解你们的这份不爽，所以我规划了一个回档的补偿。在等待回档的期间，我做了一个最愚蠢的决定，就是跟你们说要改模式。这个改模式只是规划一下，结果我没想到啊，就第一天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人跟我说什么意见。第二天，我不知道是谁在带节奏还是怎么样啊，直接炸了啊，这炸了。就一堆人说啊，不玩这个服务器了，其他服务器啊多么多么好玩，一起来和我这个啥啥啥的啊，我都不想多说了。虽然平时群里也有这种人，但是我一般是不会理他的。如果我把他踢了，他又开始说你把他踢了咋样咋样的，恶心的很这种人。所以呢，我就做了这个视频，最后还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不会改这个模式了。当然各位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一个纯净服务器，我只能说非常的困难，因为现在的外挂实在是太泛滥了，基本每个人都会开，然后他只要随便转一下，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外挂。而且对于服务器的模式，真的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我开 PVE 服务器，那么如果后面这个服务器的龙位满了，我是不是应该又开 PVP 模式，把这些龙位给降下去？那我如果开这个 PVP， 又开始有人说了，你怎么能改模式呢，你这个人不讲信用啊，真垃圾，什么茶某人啊，诸如此类的，这些我不想多说了。然后所有的人都想着自己玩开心就行，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有些人他只想 PVP 啊，就只想着打别人，有些人呢啊，他又只想玩 PVE 啊，他又不想别人打他。但还有一些有大病的人，就不仅是不想被打，而且他还主动的去惹别人。就这几类的人存在，让整个服务器变得乌烟瘴气。这其中没有谁对谁错，每个人都只是想着自己玩得开心就行。但你们永远不会明白，一个管理员搞活动、打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解决各种原因造成的各种问题，管理背后又付出了多少。我承认这个服务器做的并不是很完美，但我们也做不到完美啊，因为人和人的体质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你觉得完美了，他又不觉得完美了，这表面是完美还是背后是完美，这个从宏观上来讲，这个是完美还是从这个这都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只能尽力的去做好。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在求着他玩游戏一样，真的不至于不至于。我开这个服务器之所以一直在这里负责这个服务器，只是想着对大家负责任。感谢现在还留在服务器的各位，也由衷感谢所有人的赞助和支持啊！反正说了这么多，能理解就理解了，不理解的人他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也永远不会在乎别人怎么样。不要问我为什么一直往这边潜，这个阳光真的太可恶了。我是一只茶果人，感谢各位的理解，麻了麻了。